今天的第一位 judge 也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女生 judge， 把佩伦贼怪怪老师，来上台。手机掉进水池里的老师，他刚刚太嗨，把他踹下去了。好，我们第二位是我们的魏正老师。两位刚从 LA 回来啊，修嘞修嘞。厉害了啊、我们欢迎台中最强也是最变态的